那个 Amber 团队的话，那我们是第三公司一样的，我跟金娜还是完全是一样的人，所以我没办法，然后那个立马让走了我。现在本来想选姐姐嘛，是一样的，对，我想，这不是我选歌的。其实我看，因为我们姐姐都在一起，不好嘛，对，所以我是都是多想交流，所以我是这么想的，不然，然后呢，我觉得，哎，有可能，当然是有可能是娜娜，哦，然后呢，然后是我的猜到对，但是对我来说，什么歌都很难的，这一次的三首歌都很难，对，因为。其实就什么第二部还好，能舒服一点。第二，因为我其实第二部啊，唱歌，因为为什么我选唱歌呢？我不是不想跳，因为这个歌，因为我也特别挑战你的唱歌的。但是如果两个人唱歌的慢歌，肯定跟那个跟艾丽这样的会唱歌的唱歌比较厉害。但是四个人的话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压力。但是我想挑战唱。因为我对我来说，中国歌唱也是很挑战的，但是我们一起吃苦的辛苦还可以，没有那么复杂，然后呢，所以我第三公的时候，我先那个快歌还是小跳，但是我们苏州河那一次就是其实是想，所以我呢，我很喜欢一起吃苦。我一开始，我现在推荐你去，我先唱你的歌。第二日的时候呢，学 Amber。然后第四的时候是男的，就是我这样的感觉。结果你选择的是我，没有够，就你们这一。我觉得你也从来没有拉垮过，就是你从来没有做的不好过。不搭芭蕾，其实你是出彩的，出彩的，至少可爱。很多的人，我天天逗我，然后他笑的他眼泪出来了，然后什么？有的人说那个，哎，就是现在挺好的，我的人生一样，他就忙，他就忙什么？我都忙点好啊。你在说我这个王强，我要看我唱歌，要看你的东西。我就找到这个地方。